你会感觉到他也是喜欢你的。啊，我不知道哎，因为你有第六感吗？女生都有第六感，这男生对我们好感。是因为他年纪比我小。哎，然后哦，沈建宏可以去掉了吧？他比我小。沈建宏比你小，三个好像都比你小。都比他小。那请问他是英文还是中文？哎 ，Hello，Hello， 英文哦。是英文是不是 ？Hello 是英文，你觉得英文呢 ？Hello 是英文，你觉得英文呢 ？Hello 是英文，你觉得英文呢？故意故意英文，说到了，你太开心了。哎，那他是特别的吗？特别的是什么 ？Special，Special， 他很特别吗？我觉得他在我心中蛮特别的。哦，这样子我可以去掉 Teddy 这个名字吗？真的可以去掉 Teddy 这个名字？姐姐不是不是。你来了。一档是不是？我喜欢这个互动。不是不是，一档还有一档档啊。不是怕你手受伤，一档还有一档档。那我去掉，你先去掉他好了，他去掉他。求生意哦，去掉这个。我还想会不会唱歌？他也帅的哦。把王子去掉了。对，王子 say goodbye。好，你先说要送什么东西。送他内裤。内裤。穿内裤。实用的。那你买什么 size？ 我买什么 size？ 我看一下，我可以看一下。哦，名牌。因为我抱过他，我大概知道那个。你抱过他？你抱过？就拍戏就会抱妹。拍戏对啦，拍戏合理啦，你们。可抱过也不知道内裤的那个穿着。对啊，你这样抱就感受得到。你抱还是感受不到他的？买一年份是不是？我买好大一盒。买这么多啦？怎么太多了吧？我有个拼图玩具哎，这么大盒。没有，因为我想说这每天都在穿嘛。一包还有一包包啦，对啊，你被我影响，你送他一个月份呢？我先没有，我想说这个每天都会穿。我先看他买什么 size。哎呦 ，M， 因为他身材蛮好的。哎呦，哎，这是 L 小假的内裤，身材蛮好的，身材蛮好，他身材蛮好。送这个真的，两个身材都不错。送这个超有 feel， 拿一下，你先拿一下啦，超有 feel 的。哎，没有，因为我想说拿麦克风。不是 M M 这样，他应该没有180吧？没有吧？他很高，他很瘦，他很高，他心里就是高，很高很瘦，很高，他很高，他心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你好，自己说出来了，找到了，他很高很瘦，是不是？眼睛好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好了，又出来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唱一首歌给你听，你不给点啊，我不想，不给点啊，我想，好了，你回来，回来。回来，你走啦！回来，就是那哥，那你平常有联络吗？平常有，就是联络，可能都聊些什么？就是可能会，假设我今天要出去，他就会说，那你要注意安全哦，或者什么的。他知道今天你来录影吗？知道。还是他送你来的？没有啊。他现在在下面等的话，还是请他上来？接你回家吗？还是你们已经在一起的，想在我们节目公开而已？没有，这也可以啦。就是我们节目也真的。我觉得他不会喜欢我哎。喜欢啊？不可能，他一定喜欢你。谁不会喜欢你？对，哪个男生不会喜欢你？哪个男生不喜欢你？你有办法跟他 FaceTime 吗？哎呦，他在忙，他在忙。真的吗？打打看嘛。他现在在定妆啦。这样子，我跟你讲。那你就留几句话跟他说。好吧，那我用录的。录的好了。好，好来吧。就是，就很开心跟你合作，然后演情侣，然后，就是谢谢你，就是很照顾我。虽然说你年纪比我小，但是你都会教我很多事情，然后，然后都会很注意我的安全，然后会送我回家，然后就是教我要。小心不要被骗，这样。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开心认识你。然后因为你说你喜欢实际的东西，啊，我想说内裤应该蛮实际的，希望你会喜欢。然后穿到它的时候会觉得想到我，哇塞，好帅，什么意思？好浪漫，就是想到我送他礼物这样子，单纯啊，单纯。好啦。拍戏加油，再去看你。那最后 ending 总要讲我怎么样，你这样子。我什么？我爱不是不是不是这个，我们是永远的泰迪熊。我们是。我谢谢你也可以啊。我谢谢。我想你啊，什么都可以。好了，我是蛮想他，因为很久没见了。好，对他说。那你有空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出来吃饭吧，好吗？就一个。我没有再跟他揪的，不行。
揪一个，嘴巴翘起来就好了。原本要揪，要揪对。不行啊，他会生气，他会吓到。刚拜拜，拜拜。